陈可爱，你敢不敢跟我签这个合约？合约期限 forever。哎呦！对不起！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拖一个受伤的病患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你在绝对没事。不要闹了啦，你肚子饿不饿？饿的话你要让我吃吗？对啊，不然嘞。你要让我吃？你要吃我？我是说，如果我饿的话，你要煮饭给我吃吗？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饿的话，我要煮饭给你吃啊。那你先去洗澡等我。我说你先休息一下，等我准备好。哎，总之我去煮饭，你要干嘛就干嘛。收不住我家，结果还是来了，而且还要煮饭给我吃。杨子浩，小心厨房有刀。你要拿刀谋杀你亲夫啊？陈可爱，你名牌落在浴室了。洗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这样很好。谢谢。开动喽。你家冰箱的菜就这些，所以就将就点。我都吃，只要是你煮的，就算沾到你的口水，我也会把它吃光。好吃呀！开动。好吃。真的。哇！这个鱼没有刺，哎，厉害！你也吃一点。你为我的头痛心痛。我那么会煮啊！真厉害。嘴唇上都擦一下吧。你帮我擦，我脑震荡动不了。少来了，你又不是脑中风，怎么会有这个症状？干嘛？
真会讲，真厉害。浪漫的旅程，你是身边独一无二的女神，陪着你黑夜又到了凌晨，我会心里装着爱当你转身。关键的时候头晕，好了啦，都脑震荡了还一直打头，不舒服就赶快休息。